接下来我要出场的我们专业院校的同学真的是无可比拟，因为他们男的帅女的美，实力超越大长腿。首先我们觉得他们学校特别强，他们的形象特别好，都想去考这个学校，一个自带气质的那种感觉。舞台的表现力其实让我非常的惊讶，很出色，表演非常好，台风特别好，是一个特别成熟的表演。我就很专业的嘛，鸡皮疙瘩起了一身，所以这次我也很期待在舞台上的呈现。对幸福不松懈，记得初次遇见，只是因为有你往乐海角天边，你的美你的眼和酒店老板像笑脸，还是期待那天。对幸福不松懈，记得初次遇见，只是因为有你往乐海角天边，你的美你的眼和酒店老板像笑脸，初恋着你的视线。